遇强一强，我哋要踢入港队，踢出亚洲，再踢出世界。就算跌低咗，都要识得企翻起身，咁样先有可能实现梦想，搏尽无悔。台上五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要完成30个完美动作，一定冇得走捷径。想代表香港踩入世界赛，为港争光，只要坚持向住目标奋斗，你都一样得。运动员为咗重要嘅比赛，难免要面对沉重嘅压力。但系当你同队友成功争取胜利，为国家争光，嗰一份荣誉同满足感，一定毕生难忘。年轻人有梦想，放胆去追梦，国家会以你为荣。Yeah.